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四啦，又到了伟汉跟我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啦。那、啊、你没有跟台咖吼啊？各位海外的华人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嗯，伟汉今天算精神不错哦，难得。也还好啦，我回来以后很累。一直有网友传讯息说伟汉怎么看起来特别累、特别黑？我说应该只是因为晒黑吧。累是因为我前两天没睡好啦，比较晚睡，哦、对，一直在看、哦、看资料什么，对。哦、那黑的话就是晒的啊，去芝床五湖区、嗯、那边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太阳啊、哦，但是紫外线，但是紫外线还是很强，所以整个脸变很会看。他们都说你累了，叫我要关心你、啊、你怎么了这样子、啊，我就说还好吧，只是黑而已啊。哎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喉黑啊，所以就脸就很黑啊。对，现在喉黑就会等同磕粉，等同要打仗。那很奇怪啊，其实他们都没有听到我讲赖清德会赢吗？怎么不讲我是赖粉？对，你是赖粉吧？对啊，我都一直讲赖清德会赢、欸欸。今天有个新闻说那个赌盘啊，这个什么那个庄家急着收盘，因为大家都压赖清德会赢，吓到，所以就怕说到时候赔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就改不同的盘啊。但是以今年这个局，今年这一局的话。不压赖清德会赢的人，基本上就是赌性很强啊。就我是说，就要没有就要变成说赖清德赢多少？要赢多少啦？对啊，改盘就好了。对啊，就那就赌要赌就是要赢赌这种东西啊。不过赌博是不行的哦，哈啊，我们就听听就好。赌博很糟糕，违法，赌博可以啊，该死哦，入狱。没有，变好，我们在鼓励为，但是这个网络没有。朱立伦刚刚有讲他说全代会预言的时候就跟他讲过要讲那一段了。不是啦，如果你真要讲非绿大联盟，而不是执政大联盟，三月就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朱立伦后来今天下午出来，就他就他就故意讲说，不管是非绿大联盟或执政大联盟，我们都预言讲过。可是对金他们那边讲说，我们前面都讲是非绿大联盟啊，你怎么会突然有个执政大联盟？哎、欸，这差别是什么？對啊、这差别是什么？没有差、啊。对啊。所以现在其实金溥聪，我也觉得说金溥聪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啦，只是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。强压续命，强行续命就对了，让侯友宜续命啊！哦，续命丹对，但皇上吃了很多续命丹之后，就是回光返照，就吃完续命丹之后，就是更快死，就嗝屁了嘛。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哦、但是续命丹，他今天有讲一句话，金溥聪今天名言就是说，最差最差就是挺起胸膛躺下去这样。那他站在他的角度好像也没错，可是问题是。菲律大联盟是朱立伦的想法吧？嗯，那你什么叫大联盟？对啊，你组队的话，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，那侯友宜能当正还是当副？但他的民调高，他就当正啊，不然怎么叫联盟、哦？啊，朱立伦的意思是说對對，如果有自信的话，我们这样弄一弄，搞不好侯友宜最后会赢啊，就是当正啊。爸爸妈妈两个都去工作是一个，一个在家里做家务，嗯、另外一个去赚钱是一个。嗯嗯嗯但谁跟你讲一定男生去赚钱，也有可能女生去。对、啊。所以看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一个家，一个组，一个 team 嘛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。哎呀。欸、哦。小声一点，你不要讲这样私密好不好？真是啊，傻傻傻！亮哥来了，人家 follow 伟汉的脚步啊。他去哪里？没有，他去哪？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，不要直播讲了。跑大陆哦。他去台风现在正要去的地方。哎、欸，亮哥来了。哎、欸，亮哥，等一下又有 homie 要给你喽。要去哪里？福建嘛。哎、欸，不，台风不是啊。他是中国大陆啦，我知道、啊欸、中国大陆没有那么准啦。如果他跟台风一起去同一个地方，嗯、那真的是就会。人家亮哥，我们等一下下一段会给你喝咪啊、喔。人家伟汉享受了七八天，九天，我靠，九天，妈的，七八天就已经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不起，那怎么那么小声、啊？九天，我都是九天啊哦，因为就六日，一二三四五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变那么小声呢、啊？对啊，因为礼拜一就要工作了。哦，这空气啊，这刚。哎、欸，菜菜，你待会要大声一点哦、喔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这么小声、啊。亮哥，你要需要多贵？好好，亮哥，你要坐正一点。多贵？亮哥，你坐正。亮哥，坐正一点，他比对一下。啊，低一点，对不起，低一点，你有可能低一点吗？哇，这个 pitch 不低啊，这么低啊？太低了。在乎照相功能的吗？会啊，会，可能啊。很多人买手机是为了照相，对啊，对。啊，我是为了要打传说，嗯嗯。那个就是你的 CPU 要够好，一定要买。对啊，那你一天早都敲个四万块了。